多谢外一日秘书李冬雨小姐，多谢外一日护理师周副总安迪先生。哎呀，奈雪嘛，你先别落车，那小马卡着咱做伙，代志做复杂。安迪昨暗无回来，敢会是走去警察局？提交告诉，唔敢倒来见我。真惨啊！啊，不过我妈奈这样早就来公司啊。胡林敢那介入公司的运作愈来愈深吗？无紧啊，等爸出差回来，我妈就袂管公司的代志啊。伊即马来公司拄好，我顺续甲伊讲个清楚，然后就去退工。哎，胡总，万一胡林直接就生气，对你出什么招是蛮怎？你放心啦、啊，阮是我囝呢，伊有招对付我，敢讲无招甲动。你别烦恼啦，你先伫遮来等一下，我先去哩，可别互我妈卡着。信用做兵时阵的好朋友是同一个，这世间上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对吧？这是你要来的公司经理级的主管领取资料。嗯。胡林，刚有需要其他的资料。你当出去啊。顶世人我到底是欠你啥？这世人一直在勾勾滴。明的，若小信强知影，刚骗就是要找人，给伊百分之十公司的股份，那安尼，伊就变作股东，一定想尽办法报复。我绝对袂用让伊破坏我的人生，我的家庭。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代志发生。妈，什么代志？你想怎？你看沈小春的基本资料。
我要对因提告，敢无啥了解因？你真正要告陈子维哦？昨暗伫我警告你哦，江碧瑶是我即世人永远的冤仇啦。你免想要甲陈小春做伙。哪有可能啦？你想去倒位去啊？我只是想讲，迄天我家己嘛啉酒醉啊，才会冲去路中。这件代志若是武大，我的名声嘛受到影响嘞。你应该嘛知影，即马我伫外口已经是负评大于好评啊。即马这个社会，好野人做啥物代志，拢会予人放大检视。就算咱讲赢，无对卡，顶多会予人讲咱欺负平民百姓。尤其最近美丽家园要开卖啊，迄是百真重视建案。这个时阵，公司好名声真重要。对，即马上重要代志，毋是去处理江碧瑶一家人，是永远袂用予信用知影，江碧瑶就是陈建辉的某。后一步，我一定要好好斟酌才。子文，你顶哪走来遮？冬月，你哪里胡总的？你嘴要创啥？子文，我当豆豆解释予你听。今麦无时间听啦，这件代志我家己处理。你是要怎处理？你带我入去一个孙丽凤，我家己去救伊，这是咱的代志，不应该予安迪胡总替咱纠正啊。你今麦去跟我讲，孙连红在倒位，伊今仔较好来。你莫遐尼冲动啦，今麦已经是对咱不利，你莫阁去刺激当属长夫人啊。公，上无我得去用乖，迄200万是咱爱买厝的钱，我绝对无可能给孙连红的。公，你较冷静的啦，你哪会当给人管？安尼咱买厝阁有啥物意义？若是安那我，当然阁有骂阮三人住伫内底，敢会欢喜？是啊，紫薇，其实妈上大愿望哦，毋是买新厝。是希望恁这个囡仔会当永远平安幸福。安迪副总甲夫人是母仔，伊讲的话无得甲夫人听入去。你先回去啦。夫人，董事长夫人跟我来，伊今嘛伫倒？有来啊，啊，伫董事长的办公室。是安怎啦？办公室伫倒？董事长。子文，你别吵。幸好你入来。这个车祸事主是我，你要安怎甲我处罚，我拢甘愿。啊，不过阮妈，还有阮小妹，拢是无辜的，请你别甲牵连。我敢有对因做啥？请你让因顺利，六千元金卖到美丽家园。我甲我组织引起六千约金，而且公司的财务部伫咧度，恁小妹应该真清楚啊。啊，不过你明明就知影，阮就干那迄200万，若是赔予你活该金，就算今仔日去借钱，嘛袂付落吧？什么叫做我明明知影？你真正了准讲，我这个董事长夫人足闲的，怪管阮公司的员工伊厝里是毋是有钱？而且，才200万尔呢，恁提袂出来，这嘛要怪我哦。敢不过，恁嘛是莫做选择啦，厝、后生拢要滴啊。好，我知影，原来这就是阮三家人的悲哀。卡叔，你就是不愿意帮阮煞，安尼袂要紧。你若是要过，你就做你去过。我都唔相信，花园嘛是领导开的。就算讲最后官司会输，我上无嘛是去用乖尔，也唔过你要少受，都做阮家的愿望。紫薇，你莫有白讲，讲你较冷静的啦。这款代志袂发生啦，你是莫去动。你敢真正要安尼做？我是袂要紧啊。回你到时去龙阿来在看你的，是讲屁哦！我有这种代志发生，这新厝我无爱啊！
才是你要爱的好姐姐。妈，这不是大个所在呀，无大你安尼吵吵闹闹。孙丽红，我今日要甲你讲，我的美丽家园，唔是伫你圣巴克的大楼内底，只要是会当甲我的囡仔做伙的所在，迄就是我的美丽家园。这海路对我来讲，已经无路用。你妈！这美人的娘，这是咩做的海路嘛？这海路已经无路用啊！你想卖冲帮啦？我无爱讲因囝啦。好啊啦。若是要甲人逼到绝路，我甘愿予人会记你，我对伊的温情。那呢以后，再当好好报答我。这个代志到这为止。妈，你讲到这为止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是受害者，你讲无想要提出告诉，我是要安怎？啊，不过。以后若是检查出来有啥物后遗症，大家都无共款哦。袂啦，我即马规身躯都真好，袂是了活动嘞。胡林，你的意思是小春因会当买美丽家园啊？迄两百万是伊的啊，伊买了来安怎？多谢胡林，多谢你，多谢胡林，多谢你挽留我过。靠！多谢胡林，这么有大量。真正做到啥个？康佩瑶，你欠我一个足大足大的人情哦。好啦，赶紧查查。多谢夫人。多谢。对啊，咱会使买到新厝啊！我超好代志嘛拢解决啦，地公伯也真正对我足好诶。要毋过，孙丽红哪会雄雄讲散就散？这敢毋是我伫眠梦啊？一定是副总去求情，才会互夫人改变心意。副总，多谢你，我会记伫心内。对啦，副总，你温情，阮全家伙仔拢记伫心内。副总。你真正是阮家的大温情人，假使讲以后你有啥物需要，你早点跟我讲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替你做到到的。这无啥啦，顶赶紧交钱办手续，莫甲上吊的代志耽误掉啊。蒋副总，你真正是一个好人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好报的。阿妈，来赶紧来去啦。好。李冬雨，有你这句话。做啥拢有价值啊！